から火の手が上がった映像をご覧いただきました。現在ご覧いただいているものです。午後5時45分頃の映像です。大きな爆発とともに着陸しようとした瞬間、機体全体を炎が覆い、爆発とともにそのまま滑走路を走り抜けていっています。こちらは午後5時45分頃の映像です。機体の前方が滑走路に突っ込む。加拉文問題一直都是未解決，一直都浪費我們納稅人的錢，12年用了110億，但其實加拉文在過往的數字之所以有所舒緩，是因為疫情和相關的管制措施，但核心問題仍然都是沒有直接去解決。所以直到今年10月，在免遣返申請不獲確立的人士當中，有14,000多人都是基于不同的理由仍然是逗留在香港的。今年的施政报告也未见有些新的措施。根据上年立法会的文件，贾乃文的司法复核案件是占法庭接获的个案超过90%，而他们上诉去到终审法院的申请全部都是被拒绝的。他们不停在复核，就是去换取留在香港的时间，很多就是从事非法的勾当去赚钱。所以我们是不是要研究一見到有假難民違法的記錄就遞解他們出境，又或者要研究設立禁閉營去困住某一個日子以後來到香港的假難民，減低他們來到香港犯法賺錢的誘因呢？現時政府為免遣返申請每名的成年人提供每個月1,500元的租金援助，1,800元的其他所謂的基本人道援助。每名加拿大在香港的期间还可以获派食物、交通、电费、煤气费，还有其他的用品。简单一计，只是讲成年，不计儿童，都有每个月3,000元。同比我们贡献大半辈子的长者的高龄津贴，讲每个月都只是1,570元，还要多成倍的。政府经常都说要收紧开支，有财赤，为什么不是向加拿大着手呢？